一些小东西哈，有南红六蜜的珠子，有碧玉六蜜的珠子。南红的珠子和碧玉的珠子，我们穿了小米珠，就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，国风系列，喜欢配这种中国红啦，或者这种碧玉的珠子呀。这个碧玉的珠子，你们大家看一下哈，是那种果绿色，水头很好的六蜜的珠子。我们穿的这个小米珠，这个珠子的价位呢，我们定的是1180，用的是我们家小米珠的银扣穿的，珠子基本上没有黑点，啊，颗颗比较完美的，种水很好的。这个南红的这个珠子呢，我们是宝山的料，满肉满色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裂，一级红的，红特别红，而且还到了我们这个。八蜜的这个珠子，八蜜的这个珠子呢，就是比方说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妈妈呀和婆婆呀，母亲节没有什么可送的，可以送一下这个。这个价位也是非常低的，性价比的货哈。我们家也有高货系列，没有黑点的，那个是3800一条的，这个是1280一条的。我们穿的时候呢，是上面有一点点黑点，颜色和种水都很好的，就是它上下一体一个色系的，哈，这个颜色很漂亮的。它就是有黑点，但是不是特别多的那种大黑点，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小黑点，它是属于那种像针尖儿黑点，就像珍珠的瑕疵似的，你戴在脖子上基本上看不出来。还到了这个青海料的这个老料的，大家看这珠子水润水润的，颗颗完美的八面的珠子，这个我们定价在980，好多人买来了30条，好像卖了一大半了，前几天来了20条就秒没。虽然说它便宜，但是我们珠子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哈。这个我们也基本上是三八妇女节我们搞的活动，这些珠子基本上也都是搞活动。南红150克价，啊，这个是1280项链，这个锁骨链，这个珠子品质真高哈，这个可以说塔尖货了。这个1180锁骨链是40/45的，颜色很均匀的，很漂亮的。碧玉还有好多，我这地方摆不下了。南红也是，就给你们展示一下，但是货品基本上都一样的，大家看一下哈。颜色什么都很漂亮，肉也很满，腰子特别的细腻的。这个绕手四圈也很好看，绕手四圈我们今天卖了好几条了，就是5000多一条，珠子也是六蜜的珠子，啊，珠子完美度非常高的，就是红配绿哈，这个当个封面是不是挺漂亮的哈？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哈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。